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不到一个月，先后杠上了鸿海和远雄集团，引发了不少话题。有学者认为，外界不必放大检视，重要的是让相关的合约公开透明，民众才能放心。这就是目前这个国家最大的悲哀。财团怎么可以如此的嚣张？话说的超级重，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还不到一个月，结果台北市进行中的几个 BOT 案，像是鸿海郭董的三创园区、远雄赵腾雄的大巨蛋，通通闹上新闻版面。柯P杠上财团的戏码持续上演。最近我们可看到的，他目前提到的这些，到底是不是弊案啊？等等等啊，都不明确嘛。这样处理之后，当然我想会对很多业界就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伤害。财团当然比较绷紧一点啦、啊，就是你就是要顺服啊，你能这公权力这么大、啊，民不与官斗啊，是不是？民不与官斗啊，要不然你就不要玩啦、啊。你要玩当然是遵照这个市府规定的游戏规则嘛。就这么简单。蓝营立委解读，柯文哲出手瞄准的不是财团，而是台北市前市长郝荣宾。不过学者认为，不论是赵腾雄开记者会，还是郭董登报限48小时回复等等，都是沟通的方式之一，外界不用过多联想。财团啊，在跟政府之间，不是一个对立关系，应该是一个伙伴。觉得这个只是方式的运用，我觉得社会不必啊，总比财团跟政府躲在密室里面。把这个问题也遮掩下来，大家都不知道在搞什么，那看到合约也不太容易接受。学者强调，合约不是签了就不能修正，像是大巨蛋争议在赵腾雄和柯文哲会面之后步上重新议约的路，其他被柯文哲点名的像是美和事案、台北文创大楼都因此被外界重新检视。不难预料，柯P与企业界的互动关系今后势必仍是话题不断。UDN TV 张宏文凯晨台报道。